那么所有的道友们都能够得到华严法的利益。这个我们现在还体会不到，等你到你开了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华严的种子在什么时候种的，就告诉你了。那一切诸佛说法利益众生，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佛说法不是白说的，没有因缘佛不说呀。那这个因缘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所有十方诸众生都愿离忧苦悲恼，都能得难乐。那么作为道友，你心里发个愿，我现在闻了大放广佛华经，愿十方世界所有众生苦难众生得到清凉。这个得到清凉是把烦恼的苦烦恼的热闹除掉，才能得到清凉啊。佛法佛讲给我们讲将苦集灭道，因为苦集灭道生起一些烦恼，因此我们要闻法修道，修道的目的要断除烦恼，到究竟成佛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这个偈颂就是这个样子，愿一切众生成佛。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法取众成取命。我们在一切取天人阿修罗地狱乐鬼畜生是六取，这六取是烦恼的，是苦恼的。那我们把这六取都脱离了，升到四圣法界，那这个华经呢就都入法界，入到普贤横愿法界。这是我闻普贤横愿的所得到的感应感和应。我们现在在修行当中的过程而已，我们现在能够闻到法，有时候念念佛，有时候习习禅定，有时候听听经，在你这个过程当中闻法念经修行，随哪一分都可以。虽然是没能成道，这个因呢种下去了，这个果呢一定会得到。不是一闻法就成道的呀，没有那种力量，我们也没有那个根基，我们是渐修渐渐得到的，不是顿修啊。所以现在一切在各个取中啊，就在各个的本位上的吧，你能闻到大放广佛华严经的普贤横愿，你绝对能够圆满佛国。这个是殊胜不可思议的因，这个因呢必定刚果。由于我们过去许是善根所修的业，今生才会遇到。我们可以比较咱们这个国度，咱们这个广东省，咱们这个深圳，就是我们深圳说，我们在这儿讲普贤横愿品，能够听到这个名字恐怕深圳十分之一都没有啊，百分之一有没有啊，闻到的人很少。你再把它普遍于全人类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我们闻到了说真正的信呢能信吗？
机会你这种的信没有根没有力，无根无力的信，信不能生根，信的力度不够，仅仅种个善根而已。为什么我这样说？十大愿望是给地藏菩萨说的呀，普贤菩萨给地藏菩萨说的。不要说什么能够照着普贤横愿去行，你能够每天读一遍普贤横愿品，那也是你许誓的善根。乃至一个礼拜读一次普贤横愿品，乃至一个月读一次普贤横愿品，但我没讲普贤横愿的时候，恐怕很少很少道友读普贤横愿品。这千百万劫难遭遇，我今断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很不容易的，不要轻心慢心，把它放过，放过。在我们过去当中，现在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过去，或者在人道，或者在天道，大多数我们到人道、天道，不会地狱爬出来的，在地狱出来的，你闻不到，绝对闻不到大梵广化行名字，一定在天道、人道有善根的道友，过去的学命，所感受到。闻到了，但是这很难呢，很难。但是我们心又如何呢？对，我们这个时候的心不是清净的。我说这话不是普遍的啊，有道友心是清净的，有些个心不见得是清净的。我们的心能像秋天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个光明那个智慧心里那个清净有这种境界像吗？要么心像秋月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那清净光明来受持普贤横愿，那么这心思想就在这个时间你想的很多，你能够把这些世间相都支持到一处，支持到一处能够来闻法，说这各有各的因缘呢。今天我到那儿有几位看我的道友，我叫他们来听完经再走，他们说没时间，就这么个时间，没时间。我不会勉强，我仅仅就点到。你要有善根嘛，你跟着来听一听；没善根嘛，各有因缘呐，你就走你的吧。这不是勉强的呀，不是勉强的。就一念因缘得有缘。过去没有两句话。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有的带我要讲经的时候他走了，有的就在外地赶这儿来听经的，有走的有缘，这都叫不可思议。我讲个故事啊，这不算是故事。我到四川边境西藏地区，西藏地区，西藏地区有个琼海，琼海，这是诸葛亮在征这个南蛮的时候，这个地方诸葛亮在这儿定一个建昌道，
县城道是道台府，登个道台衙门。所以道台衙门发生地震颤的时候啊，就县城道啊全部颤的时候，地震颤下去的时候，大概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天天啊，这个地区的人呐、啊，听着那个海呀、啊，轰轰响，后来叫琼海，原来是建成道。响了这么十几天，听到有人喊，说时候到了，怎么还不发呀？他说不能发，一个没进去，一个没出来。人家这个周围的人也不，什么叫一个没进去，一个没出来，不懂啊。在这个琼海发生地震的时候，这个地区现在叫琼海，过去是建昌道的道台衙门、道台府的。这天，一个送信的，那时候送信不是现在邮差啊，都把人绑在马上，把信绑在人的身上，到六十里，那别人把他给他改一下，把信取下来。完了再换一个人，再把信装上就传。在这天时候，一个邮差进来，一个邮差出去。进来的人刚进来，出去的人刚往外走，地震了。地震了是地陷呢，整个建昌道陷下去了。陷地下就变成个海，就冒水呀、啊，水上来，那个水跟着那个马赛的脚后跟。就不淹他，等他出去了，送到了阎王了。后来我们去，现在这个地方叫琼海，地陷下去变成一个湖，内湖，因为那个湖的水咸的，是清凉跟海一样的颜色，说就叫琼海。这琼海是在宋朝时候地震建的，时候诸葛亮汉朝时候建的。方圆大概有四十华里的样子，就这么一个水湾，就是那个地方有个石碑，一个没进去，一个没出来。说那个水发生水灾的时候啊，乃至有一个人不该死，得他出去；有一人该死，必须到场。该死的没进来，没该死的没出去。说一个没进来，一个没出去，人才知道。这就叫因缘，这叫法的不可思议。这世间上事儿有很多不可思议，我要不是到过琼海那个地方啊，我也不相信。但是那个碑上说的非常清楚，是非常清楚啊。这个离着现在西康啊大概有四十华里啊，原来的老建成道，那是诸葛亮征南蛮的时候地区，这是事实啊。那个地方就叫琼海，随心心说一切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因缘，没有突然间的。咱们看见很多事儿，咱们不知道因果，咱没有天眼看不到。一切法因缘生，懂得这个道理。天龙夜叉鸠盘叉乃至人鱼非人等，所以一切众生于悉以助因而说法。有一普贤恒愿的人说，我们出家修道的人啊，这我们四众弟子说嘛，说你成就了，得了解脱了，在世间行道是吧，你成就菩提了，要度一切众生也能成就菩提。这个寄语呢，就是说要化度众生，一切都能成就菩提。悉以众因而说法是普贤恒愿，哪一类众生，你给他说哪一类音声，哪一类的语言，哪一类给他说法。这个非常难呐、啊，得大菩萨。对，文殊师利菩萨
我在舞台上闻如舍利弗的故事非常多。有一次闻如舍利示现一个猪，这个猪的名字叫百合，大概就在那个山下呀，现在荆州这一带吧，一个农村里头。那么一个潮汕的老和尚，潮汕一个出家人，到潮汕要下山了，另一个师傅就托他说，有我有一封信，你给我带交个百合，你要听到叫一喊百合，你就把这信给他。这个老兄一看出家人托出带封信，没关系，你就找他说百合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不要管，你听到一叫百合，你把信给他。这人也好吧，出家人嘛，受出家人委托就拿信。大概走着山西荆州这个地区啊，一个农村，听到那个喂猪的人呢、喊百合百合，哎，他说这可遇见百合了，我这信该交给他了。一看是个猪，那这个猪呢，能管一切猪，能管一切猪。那这主人呢，遇到什么事儿，要或者哪个猪该杀了，百合今天该杀哪一个，那百合就把那个猪就调出去了，就叫着。那这百合很通人性，这老兄一听叫百合的，一看是个猪，管他猪啊羊啊，他叫百合就行了。说百合，你个道友要么带封你们信，那个猪就站起来了，两腿劲儿，他把那信递给那个猪，那个猪就把那个线拿就死了。死了，那信上说什么？说百合呀，你该回来了，你别紧着在那儿，还有很多事儿要做。那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这在那个五台山感应一段，就是一切的语言，一切的行动，诸佛菩萨什么都实现。现在啊，因此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并没入涅槃，那也是示现。大家都读过地藏经吧，地藏释迦牟尼佛亲自跟地藏菩萨说，我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仅现佛身，一切众生心我都在现，我一直都在度众生，那佛自己说的，对，地藏经不是假的，那么就知道一切事物都是普贤的微妙横愿，但不认识啊，乃至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经常念一个偈子，将此身心奉尘刹，我把我们这个身呐、碎为微尘，奉尘奉个差都，这才真正名为报佛恩，是在名为报佛恩呐、要发普贤横愿的，得有这种心量啊！对，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思菩提心，灭诸障垢无有余，一切妙恒皆成就。说想你想修一切法，想一切行门，都能成就，但是得有个菩提心。失掉菩提心了，什么也不成就。这个偈颂呢，就是我们修的法都是道彼岸的法，都是了生死的法啊。道彼岸就了生死的法，但是你不要把菩提心忘了，恒不忘思菩提心。菩提心就是你最初发的心，菩提是觉，觉悟的心可不要忘掉，念念都在菩提心当中，念念发菩提心，你所有的障垢都被你发菩提心的这个心力呀给灭除了，
在这个时候你所行的菩萨道啊，所修的一切利益众生的行门都能够成就。对，这《华严经》是讲初发心是成正觉，当你一发心，就这么出家道友或者我们在家道友说我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要行菩萨道，你就成佛了。初发心跟你成就那个菩提心的佛心，这两个心，初发心跟你成就的那个究竟佛心，入世二心哪个难呢？入世二心初心难呢，要发了菩提心一定能够究竟成道，没发菩提心呢永远门都没有，没有那个种子，发了菩提心的才有那个种子啊。同时呢，我们要以大悲心利益众生啊。我们有果，你常修观想的，勤修清净波罗蜜，这句话怎么讲？你所证的、所修的，随便你念句阿弥陀佛，念一句大乘经典，随便你修哪一法门。或者你参念佛是谁都算在内，这就叫清净波罗蜜，里头没有贪没有痴没有嗔没有十烦恼，清净波罗蜜。这一句话呀，把你所修的法门都包括在里面了，你所修的行，对，你行动所修的法门就是修行，都是清净的。为什么？你主导修行的心它是清净的，清净心发起清净的行为所证得的清净的果。我们念佛也好，参禅也好，读诵大乘也好，但是这上呢有一句话，初发心是即成正觉，入世二心初心难。初发心跟你到成佛的时候，一个成就了，一个刚发起，哪一个难呢？哪一个容易达到啊？哪一个不容易达到啊？入世二心初心难，说你一发了菩提心绝对能成到菩提果，说你不被发菩提心那果怎么成啊？那究竟心怎么得到啊？所以说这两种心，初心非常难，入心二心初心难。这普贤菩萨教授我们，教授我们啊，说要想学普贤横的菩萨，凡是学普贤横的都是菩萨，不要把它看成太难了啊。说你要行一千里路，得你最初开始走第一步，最难的是第一步，只要你走了上了路了，千里之行在于足下呀。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万丈高楼平地起，那个佛国成就佛国是从你初发菩提心得来的呀。如果你最初没有发菩提心，没有这么个因，那个菩提果又怎么成呢？因此我们在座的都是未来诸佛，因为你闻到大放广佛化经普贤横愿，你自己没发，还没发，但是你随喜，
你听着人这说，大家学习普贤恒愿，你赞成高兴没反对，你就入了普贤恒愿了。如果你能发心随喜赞叹，发心修行，要发普贤恒愿的心，那你就从现在开始起，一直到你成佛。当你成佛时候，你再回忆一下啊，我这个是在南瞻部洲，娑婆世界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在那儿弘法寺啊，发过这个心。发心源于初地，但是难呢，难得遇到，难得遇到，难得遇到，也难得你发心。所以我们对母现前的一面啊，今天能够共同的学习普贤恒愿，这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没想，也不是愿，它是偶然的。怎么会是偶然的呢？它变成必然的了。我来顶的老和尚，我们的大和尚说让我来讲讲普贤恒愿，那发起的什么大和尚？大和尚让我讲讲，那我感觉我很高兴，我就来跟大家学习学习，我们共同的学习。那么大家也要回向一下啊，共同的合掌回向一下，祝愿我们在佛的光明中具足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我再念一遍，祝愿我们在佛的光明中具足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祝愿一切众生具足真正的安乐，真正的吉祥。祝愿一切众生具足真正安乐，真正吉祥。祝大家吉祥。弘扬佛陀的大智慧，发心护持各项器材，电视网路及卫星，无怨佛界不间断。各位菩萨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应该叫什么？生命电视地球卫星弘法立身大道场。为了要把这个大道场弘扬到全世界，所以透过卫星电视电脑各种的管道，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盖大殿，我们要摄影机，很好的软体电脑，各种细心先进的人员来完成这个工作。所以要呼吁各位菩萨多护持生命电视台的摄影机器材、电脑配备、卫星设备，那么用现今的设备来弘扬佛陀慈悲的教法。感恩各位的护持，各位要多关心。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明净月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9000兆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恭请广护法师、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8月9日星期一至8月12日星期四，上午8点半开始。中风30系念超度法会，日期8月13日星期五，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宜兰智慧之光，搭起佛法桥梁，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